是王源，现在我在纽约联合国总部，很高兴和大家见面。荣幸、开心，嗯，还有激动，对。可以听到来自世界各国各地不同的声音，觉得受益匪浅。70分吧，因为2017年，做了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，那么也，但是也只是刚刚起步。我要写歌的人蛮多的，就是我要向好多人表达感谢，感谢家人，感谢团队，感谢粉丝。满意自己，就是这个话留给别人来说，让别人来说说，就朋友们可以说一说，你比较满意我的哪些，害羞。还是有一些懒惰，有些惰性，还是希望自己明年能够克服。那还有就是说，不满意的，哎，希望自己明年演技要好，然后唱功要好，棒，反正就是剪刀手，土土的，接地气。吃的是食物，然后过年的话还是比较想喜欢吃自己家里人妈妈包的饺子，就是跟家人一起，我觉得做什么都是开心快乐的。祝全国各地、世界各地的各位亲朋好友、兄弟姐妹们新年快乐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万事如意、阖家幸福。